狗粪仔，你死定了！狗粪仔，雷杀顶了，雷杀顶了，雷击倒，雷击倒吗？雷杀顶了，雷击倒吗？雷击倒吗？我操！我没捡他的背镜。这六子我杀不了啊！这六子，我那个四倍没捡，我服了。你在这干嘛？你在这打打打？信不信我一雷轰死你啊？轰都未拉。哎，他为什么要下来？你在干嘛？好好的，你跳下来干嘛？我感觉这里面肯定有个六子，这里面绝对有个六子，因为这里有个车啊，说不定我舔包的时候直接给我来一套。我可不是这么傻，我可不是这种大傻瓜哦。我可不上你的当啊，这边还有一个的，这边刚刚一直在开枪，但没车身，没有车，什么意思啊？在上面吗？你看这个人好像个大傻瓜，快看呐，这个人好像个大傻瓜耶。又上去一个，哇，你们这些人都喜欢这样子玩吗？都喜欢在上面当个六子。扫我来，有本事给我扫下来，让我看看你的枪法有多硬，好吧？枪队上面的六子枪法能有多硬啊？我敢打八票，枪队上面的十个有九个狗粪仔，像那种大佬都会去甲子库、四房那种地方，这种地方他去都不会去，所以说证明这是个小狗粪仔。那就对不住了，听到了，两秒就出去，完了，没炸到，他刚往右边走了。biu 嘣啊！